今天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2021善化草莓季的活动，可以知道我们台南善化是唯一在北回归线以南大家可以种得出草莓的地方哦，真的是很谢谢农友们的一个努力跟辛苦。那大家以前都知道说草莓就在冬天哈，在雾蒙蒙的地方，在大湖草莓，但是我们现在有善化草莓啊，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讲说善化小心草莓，小心拼大湖，一定是拼得过的哈。好，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善化草莓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质，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知道。我们希望说能够打开更多的善化草莓的知名度，尤其草莓的制品很多，可以不仅可以做成大福，也可以做成这个草莓牛奶，都是非常适宜的，所以冬天夏天都适宜啊。这个善化的草莓绝对是远近驰名，也希望说大家更多朋友一起知道，都能够来爱用。这今天是元宵节，所以说我相信元宵节的时候虽然是冬天，当然今天台南的天气非常好，也印证了善化草莓真的是非常冬夏皆宜，冷热皆宜的一个非常全方位的这个水果，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爱用善化草莓。首先呢、那要感谢我们草莓业者哈、那么有晴光、晴空、美意、温馨的慈心帮忙，让我们的草莓季活动今年迈入第10年。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农民靠天吃饭，但是这个草莓更辛苦，不仅要靠天吃饭，另外我们的地理环境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南部温度偏高，那草莓要在适合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那么我们草莓业者能够经营到现在30几年，我地方读册学都不忘。那么所以很辛苦，而且到现在都没有放弃哈。那么在此要特别代表市长感谢我们草莓业者，让我们的游客乡亲父老不用跑到北大湖，在我们上岸就可以买得到那个草莓了哈。那么再次感谢。那么另外也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声抱歉哈，往年我们都会另外择日办一个草莓节的活动，有表演活动跟那个摊位的展售。那么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今年我们就以记者会的方式。那么记得去年是一样，那么虽然现在疫情有趋缓，但是我们还是避免群众，所以我们的行销也是不遗力，没有放弃，也没有减少，所以我们更大力的来行销了。所以刚刚看到一些表演之外，我们等一下还是大市长哦，市长要来直播，然后来行销我们这个草莓哦。那么也因为市长现在另有等一下就到了哦。那么刚才剧团有表演的一些我们促销活动内容，把我要讲的都讲了，但是我要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来，这是家晴光晴空温馨美意的草莓园哈，来打卡拍照就会送这个草莓造型的灯笼。今天好像就元宵节嘛哈，今天来打卡拍照哈，刚好就可以带回家。另外还有一个保鲜碗的一组啦哈，好，来拍照，来这边，对，很多好康的，很方便哦，那很方便携带。对哦，另外我们如果到这业者的哈，消费满500哈以上，另外我们还会有送刮刮乐一张，没错哦啊，还有刮刮乐内容有那个野餐店，本来我们草莓节要办野餐啊，在那个我们莲台里，那没关系，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期待明年。野餐店还有儿童滑步机，还有那个苹果剧团的儿童剧的票，还有芝麻拌面，所以说哈，那个奖品丰富的嘛，对，非常。那么借这个228的连续假日前哈，我们想说来促销一下啊，希望我们乡亲父老或在地的游客，拨个时间来我们善化采草莓之外，顺便来我们的善化走一走，可以到我们周边的那个啤酒厂，或是台南文化园区，或是来我们善化金融拜拜，还有可以到我们的安科里面有那个银西湖啦，或者是考古馆那么最后
祝今天活动圆满成功，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以上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一起请到于市，待会我们请市长帮我们说几句话哈。好，待会儿我们呢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草莓啤酒从上面呢让它慢慢的流下来。那我们呢，待会儿我会说2021善化草莓季，就请各位长官还有现场的媒体跟各位小朋友，我们要一起说开跑喽 ，OK 吗？好，那我要准备喽，各位媒体记者大哥们、大哥大姐们哈，我们要一起准备好了，我们要一起。好，那我们待会儿到的时候记得要慢慢到，因为我们草莓它可能会飘起来哈。好，那准备好喽，来，我们2021善化草莓季开跑喽！来，慢慢的倒下我们的草莓啤酒，让它慢慢的流下来哈。那象征着我们这个草莓季一定会非常圆满、非常快乐、非常的顺利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手上拿的这个草莓啤酒啊，它是在地善化啤酒厂提供的。那我们的手上的这个美味的佳肴呢，它是我们的鲜芋甜食制作的草莓佳肴。那除了它是由我们美玉草莓园提供的草莓大福之外呢，欢迎民众也可以到善化其他地方啤酒厂、农会、糖厂来吃这些美味的佳肴哦。来，好啊、哦，非常漂亮的画面，非常漂亮的画面。好，那都说好吗？好，好，那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还有我们各位里长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长南里的王里长，公文里的廖里长，啊，嘉南里的林里长，还有小溪里的黄里长哈，还有各位，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啊，美玉草莓园黄董事长啊，温馨草莓园黄董事长，晴空草莓园黄董事长，还有苹果剧团方团长，谢谢。还有远东科大蔡学务长蔡教授。还有惠慈幼儿园由园长，还有晴光观光草莓园黄董事长，好、哦，还有郭国文立委的秘书，好、哦，还有善化农会郭常务监事，好、哦，各位好朋友，我想今天2021好、善化草莓季马上就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看我给他几楼来，我告诉你，但是想想看我们。在大家想说草莓不是冬天的东西吗？可是今天在善化，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台南，能种出这么优质的草莓，都谢谢各位啊农友的帮忙哦，能够品种改良，再能够让善化哦，让台南成为草莓的另外一个大故乡。那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我们看到这么多草莓的制品哈、哦，还有不管是大福，不管是牛奶，不管是啤酒。好，都谢谢，也谢谢台酒的支持。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活动圆满成功，元宵节快乐！来，欢迎我们可以一起来一个大合照。来，我们这边，那我们小朋友，这样子画面 OK 吗？这个最前面前缘这边可以哈。好，那我们工作人员帮我把手拿牌发给大家。好，有没有上台一起拍照的贵宾们？要不要一起上台？好 ，OK 哈，好 ，OK， 那我们从充分举高高，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草莓灯笼跟手拿板哈。好，来，我们一起看向前方的镜头，我要数，我说2021善化草莓，请大家一起说赞。市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对，我们善化，因为哈、哦，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草莓园已经越来越多农友来种。没错没错。我们从2月26日到3月25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善化草莓季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台南旅游，来善化采草莓。只要在这段时间来台南采草莓的，满额送好礼。我不要送什么好礼，一定送非常非常好的礼就对了。还有刮刮卡。啊，刮刮卡啊，嗯，不错。这么好看。可以刮中头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也是好康的就对了。好，那相关资讯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善化区公所的网站哦。来台南逛古迹，吃小吃，采草莓哦。谢谢台南，谢谢市长的介绍。那我们一起台南见，我们一起不见不散。来 ，Give me five。
然后再来就跟市长玩， yeah. 好不好？然后我们苹果姐姐跟叔叔会在这里跳一小段舞，小小的而已。那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在这边啊，草莓，草莓好可爱，草莓好好吃，这样。这个给你，好吗？好，好，那我们待会就要正式开始了，15分哦，哈。张志豪，这里要把你草莓、灯笼、灯笼拿高哦，草莓拿高，小心。好，看前面，看前面，一个一二三。他没有守夜了啦。好，耶 ，OK。大声就送一份草莓牛奶，好不好？二一 ，Hello， 我们直播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苹果剧团的苹果姐姐。你们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我现在在善化的美玉草莓园，这里真的超漂亮，超多草莓的。好，我们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个直播节目，我们直播节目里面非常精彩，所以大家请锁定，赶快进来我们的粉丝团，帮我们分享，帮我们按赞哦，我们要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现在几个人了？有没有100个了？来，快点，大家进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我们现场呢有非常重量级的来宾，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节目，你们待会就会看到你们想看的东西哦。我跟你们说，今天天气超好的，而且接下来呢就是我们228的连假了，所以连假一定要找一个好地方去，对不对？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这里善化的美玉草莓园。那我们今天呢，善化区公所举办了非常非常优惠好康的活动，要让大家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我们今天现场呢有非常重量级的来宾，还有特别来宾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这个重量级的来宾到底有多重呢？那我们的来宾到底有多大咖？哦吼吼吼吼吼！苹果叔叔，哎，你怎么在这里呀、啊？哎，叔叔，你不是应该要上班吗？哎，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看到了，是要给我的礼物，对不对？啊！你们看，是又大颗又漂亮的草莓耶！苹果叔叔，你哪里来这么漂亮的草莓啊？哦，是哦。苹果叔叔说啊，这些漂亮的草莓是他刚刚有遇到了一个很帅气、工作又努力认真、又非常喜欢小朋友的叔叔送给他的哦。究竟这位帅气的叔叔是谁呢？来，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姐姐，苹果叔叔，我是草莓叔叔啊，不是，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啊，市长好。今天我们天气很好，你看，天气多好，连假要开始，所以带这么多小朋友一起来看草莓园。哎，我们跟顺便采草莓，看那里哟。嗨，嗨。哎，等一下，市长，我之前呢都只知道北部的那个苗栗大湖有草莓园，什么时候台南善化也有这么多草莓啦？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是苹果姐姐，不过草不是草莓姐姐，对，我是苹果姐姐，草莓的知识还是问草莓叔叔比较厉害、哦、因为我们以前都只知道这个所谓苗栗的大湖有草莓，可是大湖哦，有时候雾很大，可是我们台南天气这么好，我们的草莓可是不输大湖，而且比它厉害哦，一流的呢。你说对不对啊？对，小朋友都知道。哎，那这么既然善化这里有这么多漂亮、这么棒的草莓园、那接下来是不是善化区公所有一系列关于草莓季的活动？有的，市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有的，来台南哦，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你看台南有很多小吃、很多美食、很多这个古迹，很多地方可以玩、可以逛。现在多了一样，叫做草莓。所以你可以台湾，可以来台南吃。逛逛吃吃喝喝买买，还有加上一个采采，采什么？采草莓，吃小吃。所以说28连假的时候最方便了哈，很多天都可以来。我们草莓季是从2月26日，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25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都可以来台南，都可以看到很多好吃又好玩的草莓园跟草莓哦。好，还有，我们当然是大家有吃要有抓，抓什么呢？除了采草莓之外，我们可以刮刮卡，哦，可以刮中大奖，刮中大奖又可以很多好玩的相关的资讯，可以到善化公所、善化区公所的网站可以看到哦。当然啦、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
台南的惊喜礼啊。哇塞，我们来采草莓，不只有满额赠品，还有刮刮卡，有刮中很多大礼，对不对？我刚刚有偷听到了，有什么善化的拌面，还有野餐垫，还有保鲜碗，还有很多很多的礼物，对不对？对。好，那所以呢？那你吃拌面就可以配草莓，吃草莓当草莓，变草莓拌面。啊，不，吃拌面后草莓当水果，当水果啊，还有草莓牛奶也很好喝。采草莓乐无穷。真的好，那我们谢谢市长的介绍喽，记得我们一起台南见，一起不见不散。采草莓好不好？好。草莓给你们，帮我拿着。来，这边最后四个步骤，好，一、二、三。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各位，这个市长刚刚找我们的对象。我们要准备一下我们的。可以帮我吗？方式怎么怎么做？那打开打开东西，每个人都拿着一个草莓，握两颗，两颗，两颗，那个。上山，上山，欢迎上山。